早餐就来，早餐先生，你好吗？我叫门，我想介绍自己，我叫门达斯米，我今年38岁，我有一个63岁，我算会教，我唔识厨语，我第一次不中就发来，我读书中学毕业，我识少少广东话。我以前做嘢喺马来西亚10年，照顾小朋友，用正干正屋企扫地抹地，煮餸买餸，喺用咩阿家得2年，照顾宝宝，正干正屋企煮餸买餸，我是正干正屋企扫地抹地，洗衫。煮餸買餸，照顧小朋友，照顧 BB， 照顧老人家，我識煮餸焗餸，清潔清潔，就在同買薄糖、薄豬肉糖、薄粟米糖、薄蘿蔔糖，我想喺。我想喺香港做嘢揾到啲錢，俾我自己同埋屋企人。咁嗰些先生弟弟，最近喺香港，拜拜。